姐妹们看，苏婆婆他们家的香酥蚕豆，看这么大一包才几块钱，这一包有足足的一斤。平时呀配个8+1老美了，平时呀就当个小零嘴直接吃就很好。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，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，就是蚕豆、食用植物油、食用盐、白砂糖，这个就是烤牛肉香料，然后这个辣的它就是辣椒粉。一袋是一斤才几块钱，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。它这个包装是带有这个20封口拉链的，就是你一次吃不完呀再封上，可以防止受潮。哇，你就看这大颗的蚕豆，使用当季新鲜蚕豆，而且还是新鲜日期的，爆出来了一半。哇，真的是看起来就好好吃，我就平时就超级喜欢吃这种香酥蚕豆呀，还有花生啥的。但是它这个皮直接嚼的话有点硬，我就不喜欢吃它这个皮。香香酥酥脆脆，一点也不硬。巨好吃，你再配个8+1老美了，再别吃也可以啊，那就有点硬，我就比较喜欢把这个皮刻下来更酥脆。平时喜欢吃这种香酥蚕豆的一定要搂一单，这个价格真的是贼合适，一大包足足一斤，平时你去个炒货店去买一小豆都得十几块钱。